富旺国际开发此次在新竹县新丰乡呢推出一个富宁旺的社区。富宁旺呢是一个纯粹否租租的族群社区的旁边，其实这边有明星科技大学，以及我们新竹工业区，以及我们的竹科，这附近潜藏了很多的租屋族群在这边。那此次刚好借由明星科技大学的同学呢期末考完的这个周末呢，我们特别举办了一个仲夏夜派对，那主要就是希望这些同学呢在我们刚落成的富宁旺来参观，那未来呢的一年可以在我们这边选择富宁旺的社区来做居住的地方。身为新丰这边最大的一个单一的社区呢，我们也肩负了许多的责任，社区的安全的维护以及整个物业的要求我们都会做得面面俱到，那也可以让我们明星科技大学的教官老师以及家长呢可以放心的把你的小孩呢让他住进来我们富宁旺的社区。这个社区最后还是要做行销，我们这次有点逆向操作，希望我们的房子呢是确定可以租出去的，那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把它卖给我们的买方。那这一次只要自备140万呢，到时候我们保证他前两年总共的收益有144万，那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报酬率的产品，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当快乐的房东。我自己在逢甲大学附近，我也是一个包租公，那我要买个3房2厅的房子，然后把它改成5间套房，可是改起来怎么改都不对，花钱又花时间，那学生又不一定喜欢。那现在富旺国际帮你通通都设计好了，每一间每一个房间通风采光，那每一间的冷气电视冰箱通通都帮你准备好了，那每一个浴室呢也通通都可以采光，你除去这个新竹地区潮湿的这个问题，所以选择富宁旺绝对是最佳的选择。我们这个包租方案还有自备 10% 的这个方案只有到105年的6月30号为止，所以请各位把握时间，我们只把这样的优惠留给聪明的人，留给把握时间的人。谢谢。